只给他当民工有那么欢喜。当然比你将咱骗去叫做六月挂头，那车当时去做，所以叫少着少年人放动车破病吃老，你就心里插手，叫我排排时做阵，哎呦，要吃讲出来豆豆啊饼，你要看，但这阵唔知道要吃倒一项，因为像恁安尼，大家拢真好，因为人讲像恁安身体若顾好，四界出去，恁就变欢乐哦哈。社区的，社区一般的成员，好这样，对对啊，但是他们年纪都因为吉吉镇这边的年龄也是偏比较长啊。对，阿拉们比如说，你们带他们，包括早上坐火车到现在，哎，感觉怎么样？因为今天比较热吧。啊，就天气冷，气候也还好，他们都还蛮 对。而且说也会很生动啊。很生动。对，因为其实如果是我带学生来的话，可能就会希望说再讲深一点啊，但是他们的话就要稍微浅白一点，对他们比较吸收的比较好。对。对，我觉得你们安排的很好，谢谢谢谢。对，因为我们一到。就有人在接待我们，然后今天一路陪我们走好多地方。对，这一块它是不是可以变成真正的，把它转型变成一个，不只是一个农村的一个行业。对，就跟我们抢救农村资源这一块的资源来讲的，那种就是社造过程，然后包括我们的影像社造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影像，每一个社造过程中间想记录每一个人的争议，包括记录说我们在。困难里面找到的东西是会不会是怎样去恳求别人协助啊？那个过程就把它记录下来，啊，又回想起来哦，那整个社造会有点累。你们其实变成，我觉得你们的社造过程真的是一个知识的历史，就不是单纯说我就是做。对，而是一个这个过程是有学术，我觉得有学术的那个理论跟实务在里面嘛。那个理事长，我想跟你问一下，像你们有的时候看你们的团人数很多，那像小火车那样一台的话，你们怎么？我们就有的有辆车是直接到无线铁桥那边去，然后我们这边开过去，这另一边把它接过，再回来，还用交叉的方法，然后就是目的也要让他感觉到这个。社区它是有热情，他们是有希望、有活力，那个活力一定要出来啊，不然的话，因为台湾的农村现在就是剩下老人跟醉汉，整个社区你要让它蓬勃起来，可能要困难点。目前还有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用影像去记录这些？我们希望说，他能够赶快去招揽更多人，把农村这一块转型之后，转型之后它年轻化，然后国际化。啊，国际化有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像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网站上传之后，我们赶快要去欢迎版，然后就是未来有机会人家来到台湾，那个优先社区优先，就感觉人家能做到的，我们来看看。红面墙吼，较输砖啦。这西装大姐吼，若是好嫁，人较有通用滴。啊，不过爱嫁着翁，人讲嫁着做穿翁，若日出日落才见人。这片镜咱用袂着，嫁着青面翁嘛无效。因为人讲嫁着青面翁，西头我分讲无差工。嫁着什么翁上好？嫁着这种翁啦，人讲三日无食，讲嘛轻松啦。啊，唔知有影无？哦，对，再过我。我较早较有认真滴，啊！若讲着这水肥汤，人讲打西打料，就是为着要放三顿。啊，咱较早吼，人都无变数。